要到国外买，台湾买不到，才买得到哈。没有啦，你跟佳佳订啊，订了吗？佳佳唱片，我说可以跟他订，不一定订得到。我跟你讲，买这个不如去买二手，早一点。叫什么什么编号？八一七。Altec 八一七，一模一样尺寸，一样。一般人家都装两个低音。它本身规格就两个低音啊。对啊。所以装一个多好。它可能本身装一个是两个同。应该是发同一个音的，两颗五一五。不是，我说连频率都应该发一样。对，没有错开，绝对没有一颗好听。因为一定要两颗，不然你它配二八八的话，效率两颗五一五会比较高。那两颗效率还是跟不上。还是跟不上啊，对的，还是跟不上。他们早期的话也是被动分音啊。你说板材是什么？美松夹板。美松嘛，对啊，还是美松好。它你想要用那个宝木高密度板，不是说密集板，这大一点，怎么可能用密夹？我说不然就有的是用宝木夹板。其实那么厚啊，边那个边有一寸嘛，有对不对？那么厚，根本不要用那美松，不要用宝木。黄木你又坐太死的话，声音也不好，是要适当的共鸣。像 Oaken 360啊，用黄木就呆了。声音的密度很高，高中低频的密度要高，声音才会好。